老爷，头发呢？旗袍呢？穿什么旗袍啊？这叫列宁装，这是眼下北京城最时髦的衣裳了。谁还穿旗袍啊，老土？我怎么没见过这个？看，好看吗？不好看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小衣襟短打扮，这。 这苏联老的哥也是，这扣弄两排，这弄得跟那个什么……去你的！不会这句好听的说呀？告诉你个事儿啊，我参加革命工作了。您参加什么革命工作呀？咱家至于的吗？用您参加，好好的在家当仆当，混成丫鬟了这个？你个老封建！现在是新中国新社会，讲究的是男女平等，谁要闷在家里当太太？ 我的妈呀！男女平等，男女平什么？等的就那么一说，你也真信？男女平等，男女地根它就不平等。瞧瞧你这大男子主义，我得给你好好补课。补课的事儿，单说，我打听打听，您这是参加了什么革命工作了啊？你记得我生咱们老二的时候，跟我住在同一个病房那个肖大姐，记得吗？延安来那妇联主任。对，就是她。她不平时没事老叫我唱歌吗？ 赶巧了，被一个那个转业来的老干部发现了，他就把我招进他们地方文工团了。我现在啊是文工团的学员，过不了多久就文工团的演员了。那您这混的还不如丫头呢，您这个。